迎回来新闻的现场，为着鼓励这新心障碍等弱势族群来到户外活动，彰化县政府十九号礼拜六将伫这彰化县立体育馆举办这越来越幸福的活动。除了邀请这知名演艺人员哦登台演出以外，也有亲子闯关哦，以及这摸彩活动，要让新障朋友伫咧丰富的资源之下，提前度过中秋节。十九号礼拜六，将要伫县立体育馆登台的歌手，先来献唱好听的歌曲。各地弱势民众踊跃走出户外参加活动，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越来越幸福”中秋活动。啊，走出家庭，走入社会，啊，跟我们一般的人都能够啊一样啊。啊，共同哦来啊，这个欢度中秋佳节。主办单位指出，真感谢社会各界到三江来促成这场活动，让身心障碍者等弱势民众会当轻松面对外界。实在讲，身障人士伫外口吼，足容易去拄到人一挂跩异样眼光在咧看。啊，咱呐有这个活动办了，那社会上有较认同，按对咱来，对咱身障团体、身障人士来讲，伊要行出来嘛较简单。社会处表示，活动即天有身心障碍者才艺表演以及幸福艺饼的赠送，鼓励身障者自我肯定，嘛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加侪热心公益的企业团体甲个人共同投入关怀行动，照顾更加侪身心障碍的朋友。大专新闻中，是梁中华采访报道。